前面巷子就到了啊！你们说的不是这条巷子吗？ 糖葫芦好吗？是啊。
怎么回事？那东西白天喜欢躲在阴凉的地方，有东西才会出来。你什么？别在这吵吵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慢慢说，你什么意思？一到没光的时候，休息休息，射上，那些东西就会出来咬人，都会死，都会死，快走吧！你想想办法吧，兄弟！听到没有？不走都得死！闭嘴！听你说话了！他死不由你，不过我得提醒你，他们被咬了，我们没有。凭什么我们要陪他们等到死？ 他说的有道理啊，大兄弟，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陪他们在这里等死啊！不想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想活下去的。我还不想死，我再也不可以玩草了。这是大家属于我的。走啊，走啊！ 他们又来了，快点！前面没路了。哎哎，你力气怎么样啊？走了。快！啊！ 走啊！快走啊！快走！我刚才是想让你把步枪给推倒啊！啊，这样，来不及了，快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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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振总，振总啊！振总，快啊！苏大哥，快！